视频腾讯卫视的朋友们打招呼。对，腾讯视频腾讯卫视的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两个人的打招呼很特别哈，但因为最近两位在这个木兰芝给大家带来了不断的发糖啊，所以我们先用一个小小的考验默契的方式来玩一个小游戏。我接下来来念题，你们两个人来同时出答案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第一题，两位谁 NG 比较多？指向也可以啊，谁 NG 比较多？3、2、1。好，第二题，谁出戏比较快？3、2、1。第三题啊，两位谁在组发红包比较多？是指什么红包？真实的红包还是？还有虚拟的红包吗？是什么红包？他说真实的红包，发红包，对，真实的红包，谁发红包比较多？大家都有发，开局的时候都有发。好，那接下来，两位谁请客比较多？